这是谁的律令？你打算如何处置我们？再编织一个偷马越境的理由，杀了，吊起来吗？你是朝廷命官，杀了你，是要被处以凌迟极刑的。你懂大唐律令？正是因为我懂，我才会杀了霍怀里。周长义。你的长官霍怀里虐杀了你的阿弟周长勇，所以你杀了他。你煽动暴乱，以下犯上，冒名顶替，论律够你死好几回了。所以不算犯罪，他心情不痛快就拿我们这些小兵出气，这叫耳提面命，还是不算犯罪。他活活打死了我阿弟，但这叫措手为迟，仍然判不了他的罪，我们无法忍受。狱头无门，无处告状，甚至被他惩戒，关了七天七夜不给食水。为了活下去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杀了他。但有一死，我们犯了弥天大罪，要被处以极刑。李明甫，这律令到底是在帮谁啊？这是谁的律令？要带走长义兄，就先杀了我！别动，别犯傻！别动，把他放下！